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佛告诉我们的原则啊，是一切法得成于人。世出世间一切法的成就，忍辱是最重要的。一个方法，那么能忍辱，才真正能够做到成己成人。啊，要成就别人，一定先成就自己。啊，靠什么呢？忍辱是基础，没有人，其他都说不上。啊，从忍辱里面学尊重别人。啊，尊重别人呢，就是尊重自己。这个观念呢，一定要建立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如果是尊重自己而不尊重别人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那这个人不自爱。啊，自尊而尊人呢。啊，用什么叫做尊重自己？尊重别人，表现出尊重自己。啊，那么要深处讲呢，那是佛法里面讲的尊重心的。啊，尊重自信的。这个理很深的。可是学呢，一定要从这开始。啊，在学的是敬爱别人，啊，对别人敬爱，第三个是关怀，第四个是要帮助，啊，需要帮助没有任何条件，全心全力的去帮助他。你能够把这四桩事情做好，这四桩事情都建立在忍辱的基础上。啊，有可能说，哦，有的事情好难办呢。为什么难办？他不能忍。啊，尤其是在逆境恶缘，啊，还是要知道尊重别人，敬爱别人，关怀别人，帮助别人。啊，别人对我们怎么不好，我还是同样要对人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别人对我不好啊，我们学佛的人要清楚，他一念不绝。那真的不是假的，那就要原谅他了，不要去计较啊，不要分别啊，啊，还是一样的爱护他，帮助他，慢慢什么？慢慢他良心发现，他会回头。啊，我们要有耐心等待，总有一天他回头，可能到他临死的时候，他反应回想一下。我这一生真的遇到那个好人，你看我一生害他，他都对我这么好，他回去啊，他回头，那你这个好事没白做啊，啊，你真的是度了他了啊，他对你不好，我也对他不好，一报还一报，这个麻烦大了，这个就是佛讲的六道轮回里面的冤冤相报啊，那何时了啊？啊，
么什么，两方面都痛苦，彼此都痛苦，生生世世痛苦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觉悟了，要把过去一切的这个冤业在这一生当中把它化解掉啊。这个化解的根就是忍辱，不能忍就没办法化解啊。我能忍，能忍就能够谦虚，就能够低头啊，就能够让步啊，让一步海阔天空啊，不要争啊。那能忍的人能吃亏啊，世间人不愿意吃亏呀。真正有学养的人知道，吃亏是福啊！你不肯吃亏，跟人家争的时候，就竞争提升就斗争，斗争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啊！不但毁掉自己，也毁掉别人。你说有什么意思？啊，那么这是当前的花报啊，国报在来世，生生世世都是冤家，都是对头。我们看文昌帝君胤祉文，一开头文昌帝君就是讲他过去生生世世啊，跟这些冤家对头冤冤相报啊，一世比一世残酷啊，到最后遇到佛法啊，修忍辱波罗蜜才把这个事情化解了。啊，遇不到佛法，永远不觉悟啊，那口气不服啊！啊，会演变成严重的后果。啊，所以古人常常教我们，我们要很认真地把它记住：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啊，在这个世界。决定不跟人结怨仇啊，误会很深的，怨恨很深的，根本不想往来的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们每天念佛诵经都有回向啊，在佛菩萨面前回向啊，我们给他回向啊，一辈子我们不改啊，天天给你回向啊，你活的时候不知道啊，你死了时候就知道了啊，死了之后怎么样呢？中阴身有五通，他就看到了，看到他生惭愧心了，我这样恨他，怨恨他，害他啊，欺负他，侮辱他，他以这个善意来对我，他一生当中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啊，所以他了解之后惭愧心就生起来。啊，不再怨恨了，而且一定要发心跟你学习啊！那你看度自己了，又度了别人啊！这一生在活的时候没有得度，死了的时候肯定得度啊！所以佛度众生要记住啊，不在一世啊，生生世世啊！啊，尤其是《地藏经》上跟我们讲的很清楚。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，有时候要好多事他才回头
可是觉悟的人决定不舍弃啊，有耐心等待，等待你回头啊，你不回头你有怨恨吗？我回避你，看你来了我躲在一边啊，等到你回头来的时候我来帮助你啊。你想想看，没有一个不是先度自己啊，自己先得度了啊。靠什么？靠忍辱啊，没有一样不能忍啊。这个忍本来就是忍耐的意思啊，因为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不一样啊，中国人把儒看得非常重啊。你看我们在古书里面都有古文，古人常讲士可杀不可辱啊，就是杀头没关系，能忍，侮辱羞辱不能忍，把羞辱看得这么重，所以翻经的法师啊，那个忍下都加个儒。换句话说，对中国人来讲，儒都能忍，还有什么不能忍呢？没有一样不能忍的啊。所以这个儒是特别对中国人讲的啊，中国人把这个儒看得太重了啊。那佛是真正觉悟的人呢，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了啊，用这个方法来教给我们。啊，所以我们的人要对变法界虚空界啊，顺境里面善缘里面要忍，不生贪念啊，啊这个很重要啊，没有留念。就是要放得下啊，如果对这个地方又有留念了，你就生染着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你来生呢还搞六道轮回，你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。所有一切人事物都不能谈，佛法也不能谈啊。你看有我怕我遇到过啊，有一位法师对我也很不错啊，他什么？他最喜欢收藏佛像啊，有个很大的房间，里面供的佛像都是古董，非常名贵啊，一般他都不给人看的啊。对我算不错，我去访问的时候，他特别把他那个房间打开让我去看，告诉我这是哪个朝代的，喜欢执着啊，无论到哪里去的时候念念都是那个房间里面的佛像啊。好不好呢？不好。为什么呢？死了以后他还是舍不掉，舍不掉那个房间里面呢没有夫妻住在里头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一定会投胎，他不可能，那房间大概有老鼠有蟑螂，他就当投胎了，他离不开了。你说糟不糟糕？不可以啊！我一生不爱古董啊，人家送给我随手就丢掉了啊。有一个朋友送给我一个弘一法师的亲笔写的真集啊，写了一些字，我都丢掉了，谁拿去了我也不晓得，绝不留这个东西啊。我遇到了好的东西也很喜欢，我做复制品啊，我供养的佛像全是复制品，
没有真的。那真的是真的是送人的。啊，有的是送学校、送图书馆、送博物馆，让他们去收藏去。啊，我们不藏这个东西，不收藏东西。啊，收藏的东西吗？这点说是宝啊，名物价值很高啊。那小偷的时候，目标都在那里，你不是招惹这是麻烦吗？人家看你是假的，一文不值，送他他也不要，安全呐、啊！啊，所以不要啊，贪恋这些宝物啊，没有意思，只有带来麻烦，带来烦恼。啊，你收藏这干什么？啊，那么还有呢，读书喜欢书的，我早年也是这个毛病。啊，非常爱书。啊，以后我明白了，不可以，要舍弃。啊，要把它布施掉。你要是真正爱书，舍不得书，那将来死了以后很麻烦的，书里头有蛀虫。那你投胎不就变成蛀虫了，都书虫了啊！千万不能养成这种习气，那给自己带来真正的麻烦了啊！所以佛你看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呢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三宝，这个要知道啊，啊，三宝住世，它用意是戒淫众生的。我们只要达到戒淫众生的目的就行了，不能有丝毫贪念。啊，那我们想想，你看现在这个，有人建这个大的啊寺院庵堂，啊，或者是宫殿的建筑，或者是现代化的建筑，富丽堂皇啊，你住在那个里头，生不生贪念的心？有贪念的心，你这里是个道场，道场里面没有婚配啊，那肯定就是将来的时候投胎投到哪里，还不是老鼠蟑螂啊苍蝇蚂蚁这一类的吗？不就搞这个去了。这就大错特错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的榜样，一生没有见道场，连个茅棚都没有。啊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人的身体健康。他常年累月在外面，啊，晚上在树下一宿的时候，风吹雨打，他不生病，身体好啊。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比他差远了。我们要是在露天的时候一个晚上不睡觉，第二天就急诊室去了，体力不行啊。那所以年轻的时候到野外露宿搭个帐篷，那做学生的时代童子军呢搭个帐篷露营，那我最长的时间是住帐篷，好像住了三个多月啊，不能够过露天的生活啊！啊，这什么？这叫你没有留念啊！所以古代这高僧大德，他们在山上啊，住在深山里面，自己盖个小茅棚。啊，茅棚不大了，因为你只有两三个人住嘛，同参道友嘛。
啊，很多都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就是一个佛堂，一个欧房，在一个厨房，都非常非常简陋啊，所以他没有贪念的心啊，这个样子他在向往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对这个世间有贪念，就麻烦了啊，亲情贪念，这是最麻烦的事情啊，障道的因缘呢、所以什么都要是啊，说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啊，这个你要忍呢、你不能忍就舍不掉啊。所以佛讲啊，一切法得成于人，真有道理啊。那么自己的生活够用就行了，多余的要布施啊，布施给诸位说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要施啊，决定不可以贪图享受。这个无欲六尘在面前啊，你可以受用，不能起贪心啊。如果有一点点贪心起来，你要觉悟啊，要舍掉啊。你要不舍掉，什么贪心会增长，贪心增长就很麻烦，就很难舍掉了啊。随着贪心啊，你就走向邪道了啊。所以学佛，学佛变质了啊。学佛的果报在哪呢？还在三途啊。这就是古大哲常讲的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啊。学佛最后啊，堕地狱我在早年学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，我采用的古著，乾隆时代的灌顶法师啊，慈云灌顶法师的注解，他注的非常详细，我就用这个本子啊学讲这部经啊。这个本子最后面讲学佛一百种不同的果报，第一个就是下地阿鼻地狱。我看了很纳闷的，我就去问李老师，我说学佛再不好也不会堕阿鼻地狱啊。哦，李老师看到听到我这个提问呢，他说你这个问题是大问题，我不给你讲，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讲啊，你注意听那么我们现在细心观察呢，这样的学佛的人很多啊，啊，打着学佛的招牌，啊，他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佛的教诲是背道而驰，那怎么不堕地狱？啊，那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很清楚了，看得很多了啊，看到出家人学佛临走啊不如在家人啊，在家人有很好瑞相的我看到很多，出家人很少，多半走的时候神志不清啊，年岁大了得老人痴呆症
是最可怕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要记住，啊，要以功德回向，求生净土。求生净土最重要的，临命终时没有病苦，真有把握往生啊！临终时候要是痴呆症，自己做不了主了，做不了主啊，你就没有办法求生极乐世界啊！那怎样呢？随着你的业力啊，就受报去了啊！你造的善业，你生善善道；你造的恶业，你就堕三恶道。随业流转呐、啊，这个是很可怕的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你知道去就应该要知道预防。啊，怎么预防法呢？一定要依照佛陀教诲好好去学习。啊，首先心地要清净，要慈悲。啊，我们净宗修学的课程不多啊。啊，我提供同学们的只有五门功课啊，啊，第一个是净业三福，这个是我们根本的依靠，啊，是《观无量寿经》，佛教维提西夫人的，啊，第一条孝养父母。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我们要落实啊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三为一啊。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那这是我们根本业，我们处众无论在什么时候跟人相处，记住六合敬啊，一切时一切处跟大众修行。那六合敬怎么修呢？啊，他不跟我活，我跟他活，就没事了。哎，他不跟我活，我也不跟他活，不就对立了，冲突就发生了啊。所以这个要懂啊，凡是要常常记住祖宗的教诲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事情遇到障碍行不通了，找自己，不要找别人，找别人永远不通，找自己马上就通了啊。他不让我让，他不低头，我低头，立刻问题就化解了。啊，他坚持他的成见，我随顺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他坚持，我也坚持，这两个问题就发生了。啊，如果他是错误的，错误的也让他错误去。我也能忍受啊，慢慢的说，我有智用智慧把这个错误的伤害啊降低到最小的幅度，让他觉悟啊，不能产生冲突啊。啊，你虽然有好的这个意见的时候，他不能接受啊，那你就不要提出来，就随顺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。啊，六合敬里面的戒和同修，这个戒就是规矩。
啊，礼貌、风俗习惯都包括在里头，就人情世故啊，所以它跟这个佛经上讲的戒律不一样，范围很广啊，我们一切通通随顺啊，我都能忍受啊，所谓是家有家规呀，国有国法啊，我们决定不违反啊，然后就身同住口无争，这一条非常重要，决定没有争论啊，那是我们接受别人的意见啊，我们不反驳啊，如果他是错误的，我们细心观察，以善巧方便看他能不能接受，能接受可以建议，不能接受不说啊，决定不发生冲突，要以这个为最高的原则啊，如果对方是个聪明人啊，看你很有礼貌很真诚，一般建议都会接纳，都能听得进去啊，如果你的姿态很高啊，他首先看了就对你就不喜欢啊，你再好的建议他不接受，其反感呢、啊、所以这个尊敬别人啊，敬这个尊重别人，敬爱别人很重要啊，啊，别人有过失的时候，你给你劝导他，他能接受，如果我们根本就不尊重，根本就瞧不起啊，他有错误你建议的时候，他不会接纳你啊，这一定道理嘛！啊，所以自己姿势低，办什么事情都好办。啊，我们姿势低，他对我们就更尊敬。啊，我学佛今年56年。在56年当中，你看我啊，我的生活啊，我的工作就是读经讲经，我跟一些人这个往来在佛法里面学到的我都能用上，很管用啊，那障碍很多啊，都能够化解啊，在我这边的时候是一点障碍都没有啊，可是有些障碍呢是在对方啊，对方怎么能不化解呢，他不跟我接触了就不能化解啊，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，现象我们知道不外乎啊两种原因，第一个是过去生中的啊，这一生遇到了嘛，是冤冤相报嘛，哎，他报我，我不报他。啊，第二种业因的时候，多半起于什么？嫉妒障碍，这个很多。啊，你虽然做好事，你的好事做得超过他，
他脸上没光，啊，他是觉得他脸上没光，总要想尽方法来破坏，来障碍你。多啊，这个事情多半都在佛门啊，在佛门呢，也就是古人讲的同行相忌呀。啊，你做事情谁嫉妒你？同行的。啊，不是同行他不嫉妒你。啊，同行的，你做的比他好，他就嫉妒你。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受种种委屈，我们都知道业因。啊，业缘都知道。啊，可是我们想想，我们做的没错，而且我们应该要这样做下去。啊，不能说因为他的嫉妒障碍，我们经就不讲了，我们教就不学了，那是错。啊，那个我们将来会堕落。啊，虽然有这么多嫉妒障碍，啊，那么我们每天讲经。念经这个学教，把功德通通天天给他们回向，啊，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都是尊重谦虚，啊，学着是不敢走在别人前面，啊，就是这样，找麻烦的人还是多。啊，可是我们一定要是向佛学习，佛能忍。啊，佛忍受的那个羞辱，比我们要高出百倍千倍，他都能忍。那我们今天这点小小的。障难都不能忍，那还学什么佛呢？那就错了。啊，佛能忍，菩萨能忍，世间圣贤都能忍。啊，所以在菩萨道上，忍辱第一德了。啊，讲到德行呢，它是第一。能忍才能精进，啊，这个进是进步，啊，进步上加一个进，这个字很重要，啊，进是什么呢？进是纯而不杂，这叫进啊，啊，那你就懂得了，啊，中国自古以来是处是法的教学。无不是讲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就是境界。一门就是精啊！啊，太多了，太多，太多杂了啊！虽有进步是杂进，不是精进啊！杂进的效果跟精进那差得太远太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精进呢，后面的效果它得定啊，得禅定啊，禅定开智慧呀。杂进得不到定，得到什么呢？得到一些常识。啊，所以我在这一生修学当中，我领悟到这个大道理。啊，所以我知道现在学校里头学生学习的这些功课杂进，他很难成就啊，纵然念到大学毕业了，拿到博士学位了，
依旧还是心浮气躁，心定不下来。啊，道理就在此地啊！啊，如果学校教学的方式改变一种方式，肯定不一样。啊，学校还是这么多课程，你比如说在一个学期，啊。如果学三个学分四个学分，三个学分三门课，四个学分四门课，啊，那么一个学期啊，假设吧，四个月，现在大概都算星期的，啊，二十个星期，啊，那二十个星期四门课啊，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精进的方式来学习。怎么学习呢？我一门课的时候上五个星期，还是这四门课上完，效果肯定不一样。他五个星期的时候，他脑子里只有一样东西啊。这个杨老师告诉我一段事实啊，他现在教一批小学生，小学生专门教数学啊，小学的数学，学生在一年，也一年一个年级，一年级两个学期，这个数学，他用两个礼拜教，通通学会了，而且学的成绩的时候呢，比学校同学成绩优异。这就是这个道理啊！你说这个过文两个礼拜时候专门学过文啊，两个礼拜专门学历史，不夹杂第二门课，他整个心呢，专心呢在这一点，啊，他会很有兴趣啊，有学习的兴趣，又有很好的成绩啊，专心呢。同样的课程是不同的教法，啊，你看现在的时候，这个学校里面，啊，每一天，啊，有几门课，三门课、四门课，就是四个老师。前面一个小时讲完之后，头脑还没有落印象，下一个钟点就换另外一门课。啊，连前面的功课有一点时间思考都没有。马上就换第二个，所以什么都没学到啊！这方法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我们中国古时候私塾教学的时候，是绝对不可以学两门功课的，它是一门功课不学完，不可以学第二门。啊，那么从前教学。这一门功课啊，在这个私塾同盟教学是讲究背诵啊。譬如你学论语，论语不是背得很熟啊，老师提问问你这一句，你立刻能够从下面一直背下去，证明你很熟啊，任何一句都没问题，知道在哪里，背得这么熟啊。这个科目算教完了，再教第二个科目，要教孟子啊，一门一门的教啊，不是同时教啊。啊，同时教就乱了，就没有这么好的成绩了。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用的这个方法，啊，那个标准呢，他并没有要求我们背诵经典，他要求我们上台去讲经。啊，每一个学生
都要上台去讲啊，所以你要有充分准备啊。这老师这种方法好啊，我学会了。学生不要去管教啊，用不着去管学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每一个星期，比如说他要讲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至少要用20多个小时去准备。他要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，他上台就讲不出来。啊，他准备的时间都觉得不够了，他还有什么心思去玩呢？不会了。啊，那个聪明一点、能力强的，每个星期讲2个小时。啊，那2个小时的讲稿，他会2万字，1个小时讲稿要10000字。啊，你想想看，一个星期吧，算是7天，那一天讲演你没办法，6天的准备。啊，一天要写1000多字哎。你哪里有时间去搞别的？这叫一心专注，学得很辛苦，但是很有成就感，啊，学得会很快乐，真的叫法喜充满。啊，那我们讲演，讲堂里头啊，没有这个扩音设备，所以你的音量要高。要能灌注着全场，老师是坐在最后一排角落上，啊，他也听不见，你不及格，啊，所以他坐得远远的，坐在角落上，啊，要听到你的声音很清楚，啊，那声音不够响亮怎么办？老师叫我们求三宝加持。天天拜佛求三宝加持，啊，给予我们音量，啊，这我们都学过的，有效啊，真有效，啊，那么这个呢都需要忍耐的功夫，啊，你才能有进步，啊，决定是一门深入。可是一个成就的人根重要吧，如果没有根呢，你用这些方法成就，你德行没有啊，德行没有，你知道这个方法，你用上几年呢也不错，会有成就啊。可是啊，因为没有德行，你容易堕落。为什么呢？经讲得好的时候，一讲经名闻利养全来了，啊，你那个爱憎之心啊升起来了，啊，那就是烦恼现前了，这个你才晓得了那个道德的根多重要啊。道德的根是那个效果，就是清净心、平等心啊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，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，你不会受到影响了啊！你一受影响亏就知道了啊！所以这个净，真正讲净净，古大德的方法正确。现在讲是用科学的方法，科学的方法问题很多啊。实在讲，
现代的这些国外这些科学家，他们研究一门东西也是专注啊。他才会有成果。如果同时涉猎许多东西不行啊，所以研究员做研究工作还是一门深入啊，但是在一般学校里头就疏忽了。这个方法的选择，那么世界上这种方式呢已经搞得很普遍了，每个人都认为很正常啊。所以这个方法的时候佛门也感染了啊，很多佛学院也用这方法啊。我也办过一次佛学院，办了一年我就辞掉了，不干了啊，对不起自己良心一门深入的教，这一个人很辛苦啊！你比你教过十个学生，十个学生同样学一样的，不见得。他每一个人喜欢自己学一样，那十样，十样的时候，那你教起来就很辛苦了啊！可是我们在现在现前环境可以应付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经讲了这么多年啊，留下不少的这些录像带录音带啊，那么现在教学就方便了，你学哪一门我就有这一门资料给你啊，参考资料告诉你，这一套讲经的带子你去听啊，那么你听了之后有问题再提出来讨论，这就方便太多了啊。可是能教几个学生呢？给诸位说，顶多十个啊，十个以上啊，你的精神精力做不到了啊。佛菩萨阿罗汉行啊，他们有这个体力，我们凡夫没这个体力，所以一个教十个还行，十个以上绝对不行啊。那么就人多的时候，人多的时候，像过去李老师啊，李老师跟我们教学的时候，虽然同学有二十多个人呢，实际上他是教两个人，其他人旁听。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所以他教学教得很潇洒了。啊，我们二十个同学轮流教。啊，他教的都很短，说在讲的，好像是在做实验一样。啊，把古大的这种方法呢，看看现在还有没有效。啊，就像我在新加坡办短期培训班。三个月一起啊，那就做实验的，很有效果啊。这是实验的这种方法，在现代社会还能不能行得通？现在教育里边还这个方法还有没有效果？实验果然有效果啊，那成就呢？成就就是这种方法了，要坚持下去。啊，那一般坚持多久呢？叫十年。最后讲十年。啊，中国古人讲嘛，十载寒窗，一举成名。啊，十年专攻一步，啊，但是要晓得。德行是先决条件，啊，
没有德行，你不通经教还好，少造罪业。如果没有德行啊，你经教说得好的话，你将来一定堕在名利里头，堕落下去之后啊，就很难出来了。啊，那个亏就吃大了。啊，有德行怎么样？有德行真正做到，像般若经上讲的无住身心。那是只有利没有害啊，虽有利，那个利这个念头也都没有啊。每一天教学怎么教而无教，无教而教，每一天学习呢，学而无学，无学而学，与般若相应呢，与自性相应呢，这叫真境界啊。如果觉得自己还有进步的时候，已经落在什么？落在分别执着里面了啊。勉励别人可以，自己真有这个念头就坏了啊。这个道理很深啊，慢慢学，越学你越能够体会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